多少人过节？好多人呐、啊，这么多人。一起走的，边走边拍吧。回家，我忘记。拍下来，黑豆豆在家里面迎接我。哎呦，豆奶，看到没有？豆奶，哎呦，豆奶，哎，把我像个女王一样的坐在那里面，我的狗狗哦，可怜兮兮的，狗在家跟猫俩相处的还算是比较和睦，难道是？豆豆，哎呀，黑豆豆，黑豆，你不许咬豆奶啊！这黑豆很乖的，黑豆就是想亲一下豆奶，看到没有？黑豆其实就是想亲一下我的豆奶。
豆苗快下去了。躲在里面干嘛呢？你要不死，吃到好吃的东西要不想靠抢你的。你要搞清楚一个道理，你所有吃的东西都是我给你的，你以后再敢到我面前护食，我打死你！这好吃的什么这些肉末，我帮你买，不帮你开箱，你能吃？拿个跑屁！为了吃的，哎呀，快哭了，快哭了！好，快气死了！猫猫躲在这上面偷看狗。此刻看着男人的宣泄，幻想着自己也